我们看这一题，他问下列哪一组化合物皆为聚合物？我们看 A 选项，酒精，酒精不是，酒精是小分子，葡萄糖也是小分子，这个都不是聚合物。B 选项，肥皂是小分子，蛋白质就是聚合物了，哦，但它不是两个都是聚合物。再我们看 C 选项，淀粉是聚合物，淀粉是由葡萄糖聚合出来的，是聚合物。尿素、甲醇、树脂也是聚合物，哦，这个是人工的，这个是天然的，两个都是聚合物。再我们看 D 选项，天然橡胶这个是聚合物了，尿素不是，哦，所以呢，只有一种，不是全部，所以这题答案应该要选 C。